他是上一届学长嘛，即使有放假，然后也是很有心的，可以来为我们加油，也算是有一个力量在啦，因为毕竟他是去年的那个唯一一个进球的那一位。这四年的付出可能比别人更多，那也是他们学习的历程，我觉得这是对小孩很好的挑战。在台湾足球虽然没有很兴盛，大家也都不离不弃，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小饼，你就继续加油，继续完成你的梦想。我希望他莫忘他的初衷，让他继续加油。我不喜欢吃 donut，这个他是代表队嘛，那时候参加代表队的时候就做了，到现在，然后只是换号码而已。足球这条路很辛苦，难得你要坚持下去，你的最大的愿望去到国外踢球，爸爸祝福你。